不过你比我有出息，九月，现在这支笔，你替我保管着，在困难的时候，它也能顶点用。何老伯。 再大的困难，你都不要怕。再难，还能难过你刚来上海的日子。冬天会过去的。 一辈子没儿女，现在有你们这么多人，我这心里高兴，何老伯，别哭。 灯有点干了，总会要灭的。灭了好，我可以再也不用起早贪黑了。再也不用，这是好事。 抗战胜利了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。就是，现在生意不好，不过啊，只是暂时的。嗯，我们没关系。知道。只要我们好好做生意，不愁没钱赚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现在趁顾客不多，抓紧装修，以后我们康乐只卖国货。好嘞，好嘞。嚯，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啊。严警长，哟，你瞧我这记性，现在应该叫你严局长才是啊。 阿秀，倒茶呀！你这康乐装修的真不错呀，花了不少钱吧？这是逆产，给我疯了！等会儿，严局长，我这康乐百货历来做生意都是奉公守法的，你这说疯就疯，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啊？秋月，说得好，抗战胜利了。 可你同奕新、严鸿生串通做日货怎么样？我和奕新一直都有合作，但是我们康乐从来都不卖日货。对呀，我们从来不卖日货的。严鸿生可是卖过日货的，你和他合伙做了那么多笔生意，能说得清吗？现在整个上海都在没收逆产，你不想合作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康乐从来都不卖日货，你别污蔑我们的。奕新那么大公司，你们不去查？ 你们欺负我们小百货，一心怎么了？大公司怎么了？大公司一样认罚。
燕局长，您先喝点水。哼，秋月，你是让风呢还是认罚？秋月，怎么说我们也是老熟人了，今天就不封了，你啊好好想想，改天我们再来。走。秋月姐，这分明是讹钱呢。我知道，一分钱我也不会给他的，接着干活吧。啊，哎，秋月，你说春花这几手逆产的，他那个酒吧是不是也该收回来了？给我叫出来。是。谁在这嚷嚷呢？哟，春花妹妹，好久不见了，在哪儿发财呢？发财？是你发财吧？这胡爷名下的家产都落到你的名下了。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少跟我在这提胡爷胡爷的，他谁爷？我是他爷，他是我孙子。没办法，上海滩就是这样，我昨天可以当孙子，今天我就能当爷。怎么的，要来收酒吧？没错，我今天来就是收酒吧的。这是怎么了？你想收就能收啊？是开玩笑呢吗？去去，赶出去！看谁敢动老娘一根指头！我今天把话说在前面，你们这些人以前可都是跟胡文林混的，我春花的为人你们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欺负人，但是也不能被人欺负。有仇未报那是老娘时候未到，忍着可不是不报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来就是收酒吧的。以前因为胡文林得罪了日本人，这个酒吧不清不白的落在了别人手上，现在抗战胜利了，我要把酒吧收回。是，抗战是胜利了，日本也投降了，是吧？可是他胡文林不也被抓进监狱了，到现在也没放出来，他成汉奸了。这个你总该认识吧，胡文林早就把这个酒吧的房契转到我的名下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所以酒吧现在是我的。你真厉害，你真是胡太太，伶牙俐齿的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自从胡文林进监狱以后，这地方就不姓胡。哎，怎么着，你说这是你的，这就是你的了？最近有我哥的消息吗？你哥？嗯，强子。嗯，不知道。哎呀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也是胡文林干的。告诉你，连阿忠都是他杀的。我哥现在活得很滋润呢，他带着他手下的弟兄们参加了国军，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军官了。哎呀，他最近要回来了，让我向你问好呢。不过这酒吧不还也没有关系，看他到时候怎么收拾你。春花，不，胡太太，别，不就为了酒吧这点小事吗？何必动怒呢？是不是？别伤了和气啊！别在这给我愣着了，还不给胡太太让座？哎，胡太太，哎，来，胡太太，不就这点小事吗？好说，我们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何必动气呢？我什么都随着你不就完了吗？你怎么说我怎么做。梁处长，
我们康乐这些年虽然与一星百货有合作，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卖过日货。康乐这些年的进货出货的凭证和记录，您看一下，真的没有卖过日货。单据不用看，这样吧，你让严局长出个证明，只要他证明你们没事，康乐的情况就可以不追究。梁处长，这不等于我没说吗？就这样吧。梁处长，梁处长。哎，梁处长，你看看这个。嗯，这是我们进货和出货的凭证，你看看是不是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啊，那就好。很好。哎呀，你们不能收啊！一边去，一边去，走走走走，这没有天理啊！别在这儿！哎呀，你们不能啊！你们不能收！老实点，就这么老实！哎呦，不能收啊！收了我走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那边还有一家呢。先生，快起来！去那边，走。没事吧？你们不能收啊！打仗的时候，有个日本人要租我的房子，就租给了他。结果日本人走了，国民党来了，非说我这房子住个日本人，就是地产就要接收。阿姨，这国民党怎么比日本人说话的还干净啊？小姑娘，你很久没吃东西了吧？嗯。来，拿着，去买点吃的东西吧啊。谢谢阿姨，小心点啊，酒后。的呢，你千万别给他们钱，让那严局长看看，我们女人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就是，你说这国民政府为什么这么不讲理呢？我看呢，跟日本人也差不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秋月姐，我们也不能吃亏。如果他们真的要罚钱的话，你就跟我说，大不了我把这个酒吧卖了。你把酒吧卖了，你怎么办啊？哼，算了，这事儿啊，总会处理好的。秋月姐，说实话，这酒吧要回来，跟没要也差不多。因为胡文林的关系，挣的那些钱，三天两头的有人来撬杠，要不然的话就是填窟窿，跟没挣差不多。胡文林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打算呢？有没有想过自己过日子？他的命运就让政府去安排。我今天下午去监狱看他，可是他们说他是汉奸，根本不让我进。秋月姐，其实我和胡文林的事别人不清楚，你最清楚了。这么些年我们俩谈感情谈不上。
我也就是随便问问。你是想我哥了，还是想那个李先生？都不想。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啊。秋月，你真不认罚，那我就把货搬走了啊。搬。哎，是。哎，你们不是查封吗？怎么要造反？那可是罪加一等啊。罪加一等的是你们，你们是警察，你们是不是罪加一等啊？秋月姐，干什么？你们住手。报告长官，我们在执行部。怎么可能经销日货呀？你这可是属于打劫呀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人家现在都当了局长了。当局长啊？强子，你刚回来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赶时方便了，我请你喝酒。秋月，误会，误会啊！不送了。快走，快走。告辞。哟，强子，嘿，真厉害，都当了大官了。你挺好的吧？强子哥，终于回来了。强子，是不是？这次随着部队入驻上海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江胡子把我带到国军里来，不过他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，我就顶了他的位置。二顺，哎，咱们晚上一块吃个饭吧。好啊，把春花叫来。好，快去，我现在就去。接过来，快点。都满上了吧？这杯酒呢，我敬大家伙。好。强子呢，让大家伙担心了。来，二顺，啊，阿秀啊，这杯酒呢，是敬你们俩，感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我妹妹春花，还有秋月。你看你说哪儿去了？这是应该的。春花，嗯，我记得哥原来跟你说过。将来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哥说话算话。秋月，吃菜，吃菜。哥，啊，你在外面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安分家呀？安什么家？你忘了我跟你秋月姐是订过婚的？就是，要不是铃木捣乱，强子哥和秋月姐早就成亲了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啊，早就应该成亲了。对呀，啊。哎，我觉得要不然找个时间。你们赶快把这事儿就办了吧，哈！你们说呢？
说的对啊，咱们找个好时候把这事办了。菜堵不上你们的嘴是吧？你还不好意思了。完了再说，完了再说。来，强子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酒。这些年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了。吃菜，吃菜啊！来来来来，好的，尝这个。秋月姐，我煮了一碗醒酒汤，给我哥醒醒酒吧。先让他睡会儿吧，等醒了再喝。我哥今天真是喝了不少酒。秋月，秋月姐，你跟我哥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，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在一起了，好好珍惜吧。春花，你陪我说会儿话吧。你还是多陪陪我哥吧，我先走了。强子，强子。强子，吃早饭了没有？还没呢。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对不起啊。真是当官了，礼数这么多。秋月，
从小到大，我都没为难过你。昨天晚上我在想，可能是因为我离开上海之后，太想你了，太想见到你了，所以心有点急。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应该给对方一些时间。喝点水吧，抽了那么多烟。我想问你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上次你真的打听到李子健的消息了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？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竟把他忘了呢。我不都告诉你了吗？你在哪儿见到的？他是在长江上被害的，你让我上哪儿去见他？他们部队上的领导亲口跟我说，而且是我亲耳听到李子健这三个字的。我去店里了。我给你买的玉镯你怎么不戴了？从前康乐生意不好，我把它收起来了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把早饭吃了吧，我去店里了。上海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吧。沈先生有八九年没回来了吧？十年。老爷您回来了。真的酒气，大中午的喝那么多酒。哎，饭局一个跟着一个，推都推不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听说请吃饭，我都要恶心。谁让你是接收大员呢？请你吃饭的那些人，还不是想让你少揩点油水。哎，太太啊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现在可是政府官员。怎么昨天突然跟我讲你也要做洋货生意了啊？你能做得了吗？这有什么不能做的，我有渠道，在上海滩找一个经营百货的老板不就行了。喂，是我。哦，老人呐，哎，上次让你联络的人怎么样？哦，你推荐东亚李老板。嗯啊，现在还关在监狱里。哎，那可不行。什么？他有办法销洋货？和你是老关系？好，把他放出来。给日本人供应军需物资，他是商人，这种事可大可小，还是我办吧。哎，太太，嗯，有生意做了。哼，你可真有本事。哎，你
的宝贝儿子回来了，看看疯成什么样子了。哎，小孩子嘛。爸爸，我的球呢？你的球啊，你的球在这儿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不能一天到晚的打球，还要好好学习。我走了。哎呦，你说你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啊？去吧。我告诉你，等我肚子里有了，你就把他送到他妈那里去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仗一打起来，他原来的外祖父从一开战就进了汪伪政府，他们家现在多一半都在监狱里。你倒聪明，当机立断，跟你前面那个就离了婚。他妈妈现在过得凄凄惶惶，顾不上孩子。我先把话搁在这儿，你要是不送他走，我爸爸有本事让你当上这个接收大员，也有本事把你拿下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太，先怀上再说。你不是还没怀上吗？犯人李兴达，警官，怎么了？你被释放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可以回家了。长官，我呢？长官，我呢？长官，他可以走，我怎么不能走啊？闭嘴！长官，那我们能不能走啊？是啊，那我就是要走啊！人家有的是钱，你有钱吗？是啊，真是。这凭什么？哎，你没钱，你能跟人家比吗？是啊，哎，就是啊，哎，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去！董事长啊，当年你为了你家公子，把我交出去顶罪啊。我可是不计前嫌呢，这次啊，给你找了这份肥差呀。当年多有得罪，啊，但是我也是上下打点呐，要不你怎么三个礼拜就出来了？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好了，不提他了，沈先生马上就到。沈先生，这位我好像是认识啊。应该的，因为沈先生以前在上海就是高官。这次作为国民党接收大员重新回到上海，权力就更大了。我把你的情况介绍给他，他很感兴趣啊，他想和你做美货的生意啊。政府官员也做生意？自古官商一家嘛，再说他在幕后，目前不是有你我吗？对，朝里有人好做官嘛。那是好，好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啊，上次你救我出来之后啊，我就去了重庆，在那边认识了沈先生。哟，沈先生，啊，这就是李老板啊。李老板，久闻大名，幸会幸会。沈先生，这次真要感谢你呀。来来来，都是自己人，坐啊，请。来，请啊，请。沈先生，初次见面，我先敬你一杯，感谢相救之恩。啊，东亚是上海有名的百货店，李老板经营多年，人才呀，政府理当支持才是嘛。是啊，李老板在上海商界可是呼风唤雨，如今有沈先生帮忙，那更是如虎添翼，如鱼得水啊！来来来，干！干！来来啊，吃菜吃菜吃菜啊，请。我听一个叫胡文林的说啊，他好像认识你啊。啊，我以前在上海负责一些事情，认识朋友多啊。胡文林，听说过，
青红帮的吧？可不啊，他给日本人办事，汉奸，现在在监狱里呢。这种人是民族的败类，就应该关在监狱里。对了，你现在跟他有联系？这种人不能跟他接触啊，否则影响你的形象。不，我也就是在监狱里认识他的，没什么深交。还是沈先生说的对，像这种民族的败类就应该关进监狱里去，别让他出来到处污染环境。太对了，来。新货已经全部上架了，你看看，这是真正的英国货，不仅便宜，而且很新潮。我说李先生，这上海人就是喜欢新潮啊！这下你可发大财喽！在上海滩，我们这里的货应该是最齐全的了。这都是从国外进来的吗？到楼上看看。请。犯人胡文林，叫你呢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他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啊！老实点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？他是汉奸呢。再会。他是汉奸，我们出去。汉奸都不出去，出去！汉奸都不出去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啊？秋月，你刚回来？过两天部队要开拔了，趁着还有时间过来看看你。日本人不都投降了吗？你还要去哪儿啊？你一个女人，就别操心政治上的事了。胡文林放出来了。放了？还不是我请市长说了话，当然也花了点钱。胡文林他可是一个汉奸呢，你花钱把他买出来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？这事儿呢，就看怎么说了。市长一句话，就可以把他从一个汉奸变成了特工。他当年跟铃木在一块儿，那是在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。强子，你变了。过去你明是非辨黑白，现在呢，糊里糊涂的，没有原则。胡文林是日本人的帮凶，你忘了吗？当初你逃走的那天晚上，是谁差点要了你的命啊？是胡文林。哎呀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我现在不好好的吗？你连你自己都不在乎，那就更不在乎铃木和胡文林迫害了那么多人，这其中还有子健。自从我回来到现在，你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你为什么还惦记他呀？我在你心里真的连一个死人都不如吗？李子健没死，你骗了我。我们俩长这么大，